Have you ever felt? Are you listening? Damn. Yeah. 确实也没毛病。这边这脚还是火龙，这边包过来了，已经被看到了。如果你被包了，被舔了，交易闪现被踩起来啊！这一波要交闪了，但被跟闪被舔了一下，后面伤害怼上来，显然挂到一血还轻松的让给这波巨伤，不太怕近身啊，你知道吗？我们有加里奥，有蝎子，有奥恩，你这种英雄进来是很难打出伤害。这波有机会啊，感觉。对，因为上路是没有闪的。位置不错，大宗的伤害交过闪了，这里真的有了，这波有了，先减速到。卡塔过来躲一下，没问题。但是一技能空了，现在需要近身打红 buff 的减速效果。小兵的仇恨拉掉了，没问题。再给一个减速 ，A 到了 ，A 到了，漂亮，走了。人头卡给谁？卡塔拿下来也没问题吧？一般，但是也不着急。还是那句话 ，RNG 的阵容还没有来到最强势的那一波，但中路这里要小心。是长蛇阵往上开，一技能可以，直接倒车，拿不开车。蝎子在旁边，这波小虎怎么说？这个可以反打，反打呀，可以反打，拉回来没有计划了，先拉一个，漂亮，回来应该是要被卖了。这边还能不能留？好像留不了了，因为对方也是大手的取消了一个 GP。比较慢的，蝎子在那边蹲人，蝎子在那边挡一下吧。蝎子，但是这波是遇到两个人，牛仔赶过来，这边可以先杀塔姆，塔姆这波是没有水晶的，漂亮。福瑞这边有机会被减速到，一 Q 中，福瑞的闪现，闪现 Q， 拉开距离了，假的效果，刷大招时间来不及了。哎，这波漂亮啊，卡萨。这一波蹲真的是让怎么说呢 ？Lenny 这里留了三个，来以防止被对方优势以后，这波有机会，直接过来，好机会，下路我觉得全都撞到，下路两波兄弟，不是这边挂车，归了，归了，走不了，走不了，走不了，25分钟，有没有那个说法？没有晕到伊登，伊登现在很舒服，打到对方后面，贝鲁斯不在的，这波要走了，贝鲁斯来了。关键还是小虎没有定到这个位置，大招还不错，大招全部后排，这边可以进场了。但是过来刀妹的位置，刀妹保护下后排，悠哉自动好像还可以。奥恩也跑掉了，这波拉回一个塔，再拉扯，残血三个人，这波可以，效果割枪。但是这边加料还没打出来呀，加料倒了，这波要溜了，悠哉没有状态。后续没有被刀妹晕到的话，还算撤退可以。听众回去血了，跑是很难跑的，跑是很难跑，这波只能找对手，这波很危险，回血了。哎，这一波我觉得刚才小虎是 W 闪现过强，有点没必要。主要是哎，打个一滴一滴血，哎，先瞄这个可以，猪被先送了。哎呦，但是这边的话后排也死了。啊，那这样的话维鲁斯粘上来，哎呀，维鲁斯伤害还是比较高的。他打这个位置，这波其实犹豫了。奥恩如果说第一时间大，看到伤害打不上去，那对面也开不了团。维鲁斯给了一个大招，给了黑盾。悠哉一技能拉开，但这边莱特米死得很快。哎呦，大招给晚了，这边炸下来。还是那个问题，打不动前排，这波要直接被一波了，可能应该是被一波，应该是这看起来像一波了，真的打不动。哇，这把很可惜啊，这波胜负手输了，这波红 buff 那波团战接的太可惜了，对，胜负手输了，对，而且我觉得 KZ。就这一把是更加强化自己的前排战的，对，他上一把是上路选了一个刀妹是没有前排剑姬，剑姬没有前排能力的，然后这一把面对三核就依然是三核 EZ 的这样一个打法，他们直接强化了自己的前排啊，把两前排变成了三前排。我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听众在上一局会在落后的时候接很多看起来根本不该接的团，还是因为他们期待的就是像这一场那一个刚才那个，对，因为他其实也是连续被啊。